大家好，这是游卡桌游三国杀第十届王者之战第二轮第一局比赛。坐在我对面的是我是本局裁判潘德斌，坐在我对面的是我们的副裁陈吉。我左手边的队伍是华里战队，右手边的队伍是青青河边草，请双方主帅比点。草花老 K。皮蛋，请选择。外面这张。内奸。主攻。来，请选择这一摊，请选择这一摊。甘宁、吕布、司马懿、魏延、孙尚香、周泰、孙权、许褚、大乔、黄忠、华佗、黄月英、郭嘉、诸葛亮、曹操、张辽，请暖色方决定谁先选将。暖色请选择。郭嘉。郭嘉。好，冷方请选择。诸葛亮，黄月英。暖方选择张辽。张辽。大乔。大乔。冷方选择华佗。孙尚香。孙尚香。暖方选择孙权。孙权。甘宁。甘宁。暖方选择司马懿。司马懿。曹操。曹操。暖方选择许褚。魏延。魏延。冷方选择吕布。黄忠。吕布。黄忠。对方暖色周泰，请双方展示武将十秒。请双方收入手牌，出将九十秒钟。
确认。确认，好，请双方边锋入场，前锋入场。请双方亮相。暖色方主帅郭嘉四体力，前锋张辽四体力，前锋孙权四体力。冷色方主帅华佗四体力，前锋黄云英三体力，前锋诸葛亮三体力。请冷方决定谁先出牌。华佗回合。华佗回合。请双方手牌看好，请正确放置。华佗回合。边裁，决斗孙权，决斗孙权，三、二、一，孙权响应，孙权受到一点伤害，乐不思蜀孙权，乐不思蜀孙权，回合结束。华佗四体力四手牌，回合结束，请暖色方选择，张辽回合，突袭。突袭黄月英诸葛亮，黄月英 A B A 一 A 一，诸葛亮A B A 一 A 一，五虎分灯，郭嘉方向。红桃杀，黑桃杀，黑桃顺手，方片闪，红桃闪，方片杀，三、二、一，张辽请选择。黑桃顺手，三、二、一，郭嘉选择。红桃杀，三、二、一，孙权选择。红桃闪，三、二、一，诸葛亮选择。黑桃杀，三、二、一，华佗选择。方块杀，方块，方块杀，三、二、一，黄云，方块闪，请继续。子黄顺手牵羊黄云英，三、二、一，生效 ，A B B 一。杀郭嘉，郭嘉请响应杀。郭嘉受到伤害一记。一记张辽一张，一记郭嘉一张，请张辽继续。张辽气，方片闪，
方片上，四体力四手牌回合结束，孙权回合判定乐不思蜀，三、二、一，判定。判定牌为红桃减一马，乐不思蜀无效。无中生有，三、二，单数无懈，三、二、一，无懈生效。万箭齐发，郭嘉方向。万箭齐发，郭嘉方向，三、二、一，郭嘉响应。国家受到伤害一记，两张目标孙权，一记孙权两张，张辽三、二、一响应，张辽闪，黄云三、二、一响应，黄云闪，华佗三、二、一响应。请问孙权手牌，你数一下。孙权七手牌，华佗受到点伤害，三、二、一，诸葛亮响应。诸葛亮受到点伤害，万箭截断完毕。孙权制衡，弃草花八卦，红桃闪，草花借刀，制衡三张。装备黑桃龙刀，攻击范围五，三杀诸葛，杀诸葛亮，诸葛亮请响应一下。孙权五手牌，诸葛亮受到点伤害。决斗黄月英，决斗黄月英，三二一，黄云响应。孙权四十。黄云请响应决斗，黄云受到点伤害。乐不思蜀，黄月英。乐不思蜀，黄月英。好，孙权吃桃，回复点体力。好，结束。孙权四体力，两手牌，回合结束。冷策方选择。诸葛亮。诸葛亮回合，关心。两下，两下，三上。请诸葛亮抓紧。装备黑桃丈八，攻击范围三。杀张辽，张辽请响应。张辽受到点伤害。诸葛亮吃桃，回复点体力。诸葛亮两体力，两手牌，回合结束。黄云回合。